2024年6月14日，扬声大师集体转变的最佳时机，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译者扬声传导。祝福，我们是 Famo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你们以多种方式为地球上的其他人展现，而我们处于更高领域的人，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和你们的努力。我们想强调你们此时在那里的重要性，因为你们可以在宇宙中很多其他地方，但你们选择去地球体验那里，因为你们看到了如此巨大的机会，为了你们的转变和灵性进化。现在是你们进行一些转变的最佳时机，它随时可供你们使用。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放弃对生活的控制，放弃有时需要安排一切并使一切按照你们认为应该的方式进行的需要。在放手的过程中，你们会经历更多的个人转变，然后你们会看到更多的外在世界转变，以适应你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意味着让其他人都处于他们所在的位置，并接受每个人都处于他们此时旅程中需要处于的位置。你们不需要精心策划其他人的旅程，你们可以让每个人都陷入你们可能认为是自我创造的错觉中。没关系，因为他们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受益于他们所在的位置。这就是你们如何放下分歧，并且你们超越了此时在地球上的这种分离的想法。你们能够超越自己心中的我们与他们的心态，让每个人都在其所在，一切都在其本来的样子，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能够帮助别人的师父。总是会有一些人是你们完美的学生，那些已经准备好接受你们要教他们的东西的人。当你们放弃任何你们应该成为大师的想法时，他们就会出现在你们的家门口，作为一名教师，以及作为意识进化的领导者。让事情发展，并保持耐心，慢慢来，相信一切都井然有序，就像地球上以及整个银河系和宇宙一样，与你们所处的那一刻合而为一，感受自己在那一刻的转变。你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是时候了。生活在地球上，现在是转变的最佳时机。而且你们一直都知道你们会在这个过程中保持觉醒，你们一直都知道你们将成为最前线的人之一，帮助其他人类在你们的灵性进化中实现这一巨大飞跃。看起来这一切都必须比我们刚刚为你们安排的更加复杂，但我们向你们保证它不必如此，而且事实并非如此。只要放手服从，你们就会转变，并向他人展示你们所发现的通往内心平静、内在圣所，包含一切和所有震动的内在领域的道路。现在就是这样，我们是 Famous， 我们是扬声大师的集体。2024年6月14日，地心文明泰勒斯，暗光的终结，传导 Marie Andy Cool，译者扬声传导。我们向你们致敬，亲爱的地球之子们，我们需要联系你们，定期向你们通知地球上发生的事件。不久前，在之前的讯息之一中，我们与你们谈论了将在你们的生活中、社会和其他层面上揭露的启示。你们明白，你们星球上目前发生的所有这些苦难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事实上，所有这些表现在你们身上周围的兴奋，是接近地球上发生的一切真相的伟大触发因素。我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已经告诉你们，你们的领导人和整个世界，也就是与地球人口相比的极少数人，感到越来越不舒服。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就位，许多年来正在分崩离析。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最近在人类生活中发生的最后一次大流行，是为了透过恐吓和制造巨大的恐惧来进一步削弱人类。现在，
如果你们仔细观察这种情况的结果，它会产生一些恐惧。是的，我们同意，但最重要的是它给你们很多人带来了意识的巨大变化。许多人都问过自己很多关于领导人的诚意的问题，现在希望部分生活在大自然中，大自然已成为你们许多人的避难所。怀疑，对你们统治者的极大怀疑占据了你们的心。你们部分地明白，这些人类只渴望权力，而在他们手中，你们只是可以随意操纵的玩具。所以总而言之，他们四年前在你们地球时代所采取的一切都与他们想要的效果相反。近年来，从天界发送到地球的光能已经开始改变人类的意识。某些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曾经并且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勇气来展示你们世界中的邪恶行为，他们因此想要领导地球世界。你们现在可以到处听到一些启示，这些启示可能会让你们中的一些人感到震惊，但却是真实的。几个月前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某些启示会让你们感到震惊，并且你们会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感谢地球上的男士和女士，他们透过勇敢的揭露来支持我们人类意识的进化。重要的是要知道，过去的每一天都会带来黑暗之光的更多崩溃。尽管如此，在最后的爆发中，他会尝试一切，以便仍然控制你们的生活。不过，无意冒犯他们，一切都结束了。你们将能够意识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生病，会发生事故，使他们远离公共生活，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离开地球。要知道，这一切对地球及其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当然，你们会说，但是那些来自其他影子星球，透过让人们相信权力和金钱的力量来操纵这些人类的人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回答你们，所有这些来自其他无外星球的存有将无法支持光的力量，而光的力量将由理解生命真正意义的人类发出。这些来自其他星球的存有操纵着你们的世界，将被我们负责保护地球及其人类的天界军队逐渐驱逐出地球。你们会说，但是光之存有怎么可能有军队呢？我们没有像地球上那样的大炮、炮弹、负责发射炸弹的飞机，没有。我们保护地球的方式是透过能量、特定能量的射线来完成的。这些能量会影响某些影子存有，这是从一艘船到另一艘船完成的。我们不希望制造死亡，但透过这些特殊的能量射线，我们尽可能地阻止这些影子存有的活动。这些影子存有希望与想要控制你们的人类会面。渐渐地，这将是相当快的。来自影子行星的存有将被阻止来到地球，这将使宁静在你们的星球上建立起来。当然，还是会有人不愿意相信你们的统治者和其他人的谎言、欺骗，并会自己给你们贴上骗子的标签。我们告诉你们要对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充满信心，对我们的帮助、我们的支持充满信心。但是，正如你们所知，我们再次重复，你们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将光带到你们内在，从而带到地球上。你们和我们将一起使地球成为我们所谓的新地球，一个和平、宁静和光明的星球。这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目标，为地球和人类的心灵带来最好的欢乐。不要被某些真诚的媒体正在或将会越来越多的某些披露所吓到，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要有信心。这是暗光的终结，这是其操纵的结束，要有信心。我们为此感谢你们，我们爱你们。